左边声音还是右边声音？是呼吸声吗？ Hello， 伙计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玉。那么欢迎来到 Five Nights at Freddy's Four。玩具熊的午夜后宫四，终于到四了，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，包括我。 我以前玩过四的什么万圣节版本，反正给我吓尿了。这一代的特点是我们要听声音，靠声音去辨别玩具在不在。如果你的听力不好，玩具熊就会找上门了。这一代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因为你必须把音量调大去听它的声音。但如果一旦被吓到，你就会很崩溃。如果有新来的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要逃过所有玩具们的追捕，活过五个夜晚。 而且应该也是玩具熊数字系列的最后一代了。哦，赶紧开始吧！这次我要做一个好宝宝。哦，活过五天，这什么？这怎么戴了紫色帽子的黄金熊？你好，小熊。爸爸爸爸。What did he do this time？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？He locked you in your room again。 他再次把你锁起来了，关在屋子里。 你是谁呀 ？Don't be scared, I'm here with you. 不要害怕，我在这儿陪你呢。你是谁呀？哦，这是我吗？我怎么又哭了？这次我能看见四肢和手臂了，眼睛为什么是空洞的？这里都是我的动物朋友 ，Freddy, Bonnie, Chica, Foxy, Foxy 的头去哪儿了？小熊，你怎么躺在我床上了？给我下来！这边柜子能开吗？ 柜子开不了，总有一种抽象的哭声。放我出去啊！别把我锁在这里。看来我爸爸妈妈出门了嘛。Tomorrow is another day，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那我可真开心呢。哦，这就是我的小伟，我的小伟为什么来到这里了？第一晚。 这是教程吗？可以跑向这个门。啊，按 Shift 关门，手电筒是 I can show。哦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可以这样关一下。哦 ，X 可以隐藏这些提示，这样可以看右边的房间。Warning， 警告，如果我听到呼吸声。 我需要把门关上。Oh my god！ 如果你没有听到呼吸声，才可以用手电筒。哎，我听到有什么门开的声音？我后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后面只有小熊而已。有呼吸声吗？我怎么听呼吸声啊？我把音量调最大呀。我现在什么都听不到。我把音量开超大。 被吓到我会聋的吧？救熊保佑我！什么都没有啊！第一晚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，到六点我们就可以通第一夜了。有其他狗叫之类的干扰我。衣柜里有东西，我貌似听到脚步声，是我的错觉吗？ Chica, Bunny, Freddy， 你们快出来呀！这些玩具能点吗？墙上都是照片，这里有个小机器人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哎，哇，它怎么自己转向了？吓我一跳！两点了，快出来！ 这么简单的吗？现在玩具们貌似都很害羞。这次手电筒是没有电量的，我好开心。右边有声音，我听是右边有声音。错觉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，这是什么幻影 Freddy 吗？ 为什么小伟，你不帮我清除掉他们
左边声音还是右边声音？是呼吸声吗？可恶的兔子！所以说还是帮你，左边还是帮你，右边还是七克吗？我刚才好像是听到呼吸声了，可是我还是很好奇。没有办法，我们不试一次怎么知道那个呼吸声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耳朵要聋了！我不知道开门是应该开手电好还是关门好。啊，小熊，我可以摁你吗？闪瞎你的狗眼，是熊眼！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回走呢？我在屋子里原地不动会死掉吗？是不会死掉，他们会进门里面杀掉我吗？哎呀，这个声音干扰好严重，根本分不清好吗？柜子感觉进不来呀，因为这柜子是在我屋里的。哦，我觉得这次我不能总说话，一说话干扰我听觉。他们怎么不过来了？邦尼，有种你再过来！再过来我就击杀你！我明明听到有脚步声啊！这么大的房门，你为什么不把门都关上？搁这开着干什么？哎，我每次我开的时候都关下门不就好了吗？灯怎么闪了？哇，怎么这么多幻影熊？如果集齐幻影熊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四点了，为什么会有喇叭的声音？我干脆我开门的时候闭着眼睛，我就不害怕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像风呼啸的声音一样。是幻影小熊在干扰我吗？天哪，我看到七卡拿个蛋糕，一闪而过，差一点他就击杀我。左边，帮你。这是我心跳停止的声音吗？你怎么在六点还不回来？这是派对前的第四个晚上。你知道他又藏起来了？是小熊在跟我说话吗？在你找到他之前，他是不会停下来的。谁藏起来了？哦，这次我可以出门了。Over there， 来这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母亲的卧室吗？父母的卧室，这个小熊一直跟着我。找不着妈妈了，哭啊哭！哎，我怎么不哭了？哦，还是在哭。这个小熊无处不在呀，你怎么又到客厅了？哎呦！明天又是另一天。狐狸的头搞半天在这儿，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吓我一跳？我以为在这种迷你小游戏就没有吓我的地方。这是个小游戏吗？我要用手电筒抓住它，然后如果成功的话，下一个晚上可以省两小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弹簧陷阱吗？右上角为什么倒计时？他会偷偷的走吗？他动了，我看见了，有抓包他对吧？抓到他走的一瞬间，嘿，那如果我抓晚了，不就把我干死了吗？
我，你去哪儿了，小狗？Oh my god！ 我要再，他要再往前一点才可以抓。我，呀！哇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到旁边了，成功了。也就是说，第二晚我只需要挺过四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对吗？啊，太简单了。一开始应该什么都没有，这个门轴应该换一下，或者加下油，有声音，能不能加些润滑油啊？这个幻影熊感觉好弱呀，一点用没有，这就两点了。右边的声音是七卡去厨房了吗？七卡又去披萨店弄厨房了，要不然就桌子，什么声音？有声音，柜子里吗？柜子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后面，哎，闪瞎你的眼睛！什么声音？哎呦！我这样继续的话，算不算？我只需要四个小时啊，我不知道了，七个的声音怎么判别呀，我耳朵要聋了，我开的特别大声，有声音来回跑，这个声音是狐狸吗？哎，七个应该在厨房才对呀，刚才他就吃披萨了，这就是七个去厨房的声音。哇，他去厨房的声音很干扰我听啊。七个走了，哎 ，Freddy 去哪儿了 ？Freddy 在我后面，对吗？这是个一个人堆了个雪人吗？又去厨房了，右边就不用管了，对吗？怎么老有粗溜粗溜声音？右边有声音，哇！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！我要关多久的门才可以？有没有什么彩蛋可以点的？为什么会有钟声？他们去哪儿了？这座没有监控了。他在门后，我什么时候松啊？这个在厨房炒菜，两点，好漫长啊！这是我玩过最漫长的玩具熊了。赶紧把他们吓走！什么窜来窜去的 ？Foxy！ 镜子反光了。四点，完了，耳机掉了，这很不妙。真的能通吗？这个游戏？我们慢慢来，没必要开门的时候很快的开灯，我们可以多听一会儿，可以跟他四目相对一会儿，我大概可以分辨出他们的声音了，就是有那个呼的声音，
我中间的门怎么动了？这怎么有个狐狸？嘿，他怎么变成玩偶了？你在逗我吗 ，Foxy？ 哇，七哥炒菜的声音真的是……灯又闪了。Foxy 进我屋子里了，你要干什么？他变成那个形态，我就要把门关一会儿吗？他怎么还在变身的？完了，我听错了，这个应该是……完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兄弟们。我好慌啊！所以说他们是会进我屋子里的，他们会进我屋的。完了，狐狸又进来了。五点了，就差一小时。七克的呼吸声是最弱的。Oh my god！ 哼，邦尼总是想接近我。哎呀妈呀！在走廊的时候开灯有个延迟，好恐怖。这个狐狸乱跑的声音好讨厌。这狐狸从左边一直跑到右边，他想进我屋子里。来了，切克来了。走了走了。哇。哦。滚开呀切克。啊，突然摸清了。多听一会儿就没事的，我觉得可以的吧。六点，快六点 ！Yes! Oh my god! 哇、哦！这是我目前玩过最难的午夜后宫了，这是我目前最难的一次小孩经验了。派对前的第三晚，不要啊！怎么我一个人在派对上哭起来了？他离开了我，他知道。你恨这里，你就在出口旁边，如果你跑出去你会成功的。我不，我就在这里哭。快点，赶紧跑出出口。我能跳吗？跳不了。 No, don't you remember what you saw? 你记得你看到什么吗？出口在另一边啊，赶紧滚。好吧，我们赶紧往右边跑。怎么来个大熊？哇，超级黄金熊！太晚了，赶紧去另一边去寻找某人吧，寻求帮助吧。你知道如果他抓住你会发生什么的？谁要抓住我呀？不，你们搁这抓我呢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感觉是弹簧兔和这是谁？如果你能绕过他们，就能找到帮助。你必须坚强起来。哦不，我要回去。发生了什么？紫衣人在这里！哎，他们在做什么勾当？怎么有两只熊在这里啊？哇！不要啊！这是什么阴谋？哎，怎么又给我推倒了 ？Tomorrow is another day， 明天又是另一天。你在废话一样。哇！我真的要玩第三晚吗？哇！又是这种小游戏，我可要珍惜好啊！这两小时很珍贵。抓住他！啊，哎，时间怎么变少了？这次才有50多秒。哇哇哇哇哇！我是盲人，我成功了！小样的，想攻击我，击杀你，击杀你！哇，第三晚，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这个广播吓我一跳，又到左边了。刚才是狐狸吧？狐狸探头。
都在我旁边，这狐狸有病吧？到底在哪边？他又跑右边，精神病！我听不到呼吸声了，不要跑了，狐狸！这狐狸疯了，这狐狸就想进我屋里。四点了，四点了，四点！哦，已经进我屋里了。Oh my god！左边来人，左边来人 ！Oh my god！ 来了，走了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七哥，没声音，在走廊。哇，我练出超级听力了吗？哇，幻影熊怎么这么多了？狐狸好了吗？狐狸又变身了，变成可爱的小狐狸吧。左边，左边。我应该多听一会儿的，我着急开什么灯啊！哎，我的妈呀！我刚才真的没听出来，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Oh my god！ 我先到这里 ，OK， 先到这里。这第四代太刺激了 ！Oh my god！ 难度不小啊！我的耳朵现在已经嗡鸣状态，我已经被这些该死的动物朋友们吵到好疼好疼。那别忘了，那么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顶个顶。订个月，留下评论，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，记住保持微笑。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